对，因为现在地能力可能还也还没有到那边，就是目前的想法就是先有一就有二，这样先把自己的能力各方面都提升，然后之后再去想这些问题。嗯，了解。那刚才好像还有弟弟想要举手，除了全垒打王，你觉得安打王也是很重要的？打点王，哇，你们都把奖项都讲完了。好，来来来，后面那个金手，对，金手套。其实现在啊，慢慢的有发现说，打击者，当然我们都会很看重他的打击率或者是打击的成绩，但是其实手背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非常重要。那杰森，对你来说，其实手背的训练看起来都非常的枯燥乏味，就是每次可能要接个几千球，要几万颗球。那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训练？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然后好像好无聊哦。可是很重要，你没有做好的话，其实呢，你的那个基础就没有打稳，一定要做好才可以迈向成功。手背的那些基本动作，因为基本动作往往都是最累的，然后也是最无聊的。可是它却是能在你比赛中能帮助你手下每一颗球的关键。是，所以我觉得手背的基本动作是还蛮重要的。了解。那可以偷偷问一下你的训练菜单，就是你可能一进，就是今天要比赛，你一进球场，你会先接几颗球，先打几颗球吗？照着教练安排的去做。手背脚步啊，移动，然后跟小心，他很激动。对，手背一些基本的东西，赛前就是都会去调整那些，然后到比赛中就是进行的是发挥的。了解。对，因为其实很多的训练看起来就是很简单繁复，但是却又非常的重要。对，那其实我觉得对职棒球星来说呢，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不一样的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让你们知道哦，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的大，然后对手那么的强大。那其实我们在到成化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去过澳籍，对，澳洲打球。那可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澳洲打球的经验跟在我们台湾这个棒球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我只能讲说我在台湾我很幸福啊。哇，因为我想在台湾的职棒发展已经蛮健全的，那也是可以让所有的小朋友一个目标。那我要分享一下我到澳洲的时候，虽然才三个月，但是我也是人生第一次就是被借将被叫到那边去投球。那我当下到那边的时候，我印象说哇，这个是这个地方真的不行了，就是不行，就是跟我想象中是有落差的。而且我后来跟那边，因为我去三个月，后来我跟那边的选手相处以后，我竟然发现他们有些都不是正职的球员。他们因为澳洲是一个礼拜三场比赛，可能都是打下午或晚上，都打晚上，对，我记得。那他们有些可能是清洁工或者是工程师。我常常到球场以后，我才看到一些球员，他们到了球场，他们有些穿西装的，有些带着什么反光背心的，这样拿扫把，然后就来到球场，不像球员，就是来那个什么，就是来换球场换衣服，然后准备比赛。那我是蛮讶异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竟然职棒就是这边棒球没有的让你赚那么多钱，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是，他这样说什么？因为那么爱棒球。后来我才发现说，他们既然爱着棒球的心，其实不会输我们这一些的小朋友，而且他们是会排除任何困难，不管是而他们移动其实都要到外，他们还要到各的城市去比赛，他们会排除他们的那个原本的工作，会刻意去排班，然后为了要去打比赛。但是让我看到以后，我觉得说，我可能。让我会觉得说，我对棒球其实我要重新去审视它，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去又爱上，就是让我的热情重新对待我的棒球，这样子，就是让我在澳洲我所看到的，还是别人非常辛苦，对对，就是这样子，就让你大开眼界的感觉。其实杰森刚才也有提到，你遇到了就是在国际赛的时候遇到日本的就是投手，然后你一开始都打不到他们的球，那你觉得？
你从他们身上，就是不管是训练啊，或者对决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打球的球风也好，或者是一些处理一些棒球的细节上面，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差别，那让你也很想要去学习，跟他们一样变得更强。就像你在那个赛前的那些训练啊，对不对？那时候他说，哇，好整齐哦，就是感觉就是很有纪律，对，融为一体了。就是不管是手背啊、打击、跑垒那些，都很一致这样子。然后他们做的东西都非常细腻，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学到就是像学习的地方，是要做的更细腻。嗯，了解。对，那其实呢，因为一个是投手，一个是野手的身份，那我就有点想问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你们在面对，比如说像杰森，你要遇到了很多的优秀的投手，对，但是在这么多优秀的投手里面，你觉得面对哪一位球员的时候，你会就是那种求胜心，因为你觉得他很强，他够强，你才更想要去。就是打他的安打，或者打他的全垒打，就是更想要去挑战他。有没有那么一位球员？但是我先让你想一下，我想让小朋友来猜猜看，你觉得杰森他会对上哪一位投手的时候，他会特别来劲，然后特别想要去打安打、打全垒打？来，各位小朋友，李正才，哎，对，有他的那个威力，然后黄恩赐，哎，都是兄弟的投手，来你。陈宏文，好像也可以。好，来，陈玉文，我觉得小朋友还好，没有讲到那个乐天投手，就是不会打到自己队了。对对对，不错不错。那其实这些投手，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的投手身上都有一个很棒的特质，或者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很强的力量能力在。那请问杰森呢？刚才小朋友有回答到你的就是问题吗？就是有没有真的讲出你心里？的那一位很尊敬的投手球队，那个陈宏文，对不对？哦，他投球很有霸气，然后就想在他打去感受他的那个霸气，然后也想从他手里打出，特别激励。对，但是杰森，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说李全化，就是这么优秀的学长在现场，我说我想要克服你，我想要挑战。还没对过吗？那下次场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对矛与盾的对决的感觉。好，那大家小朋友要不要来猜一下？那陈化呢？陈化哥哥他想要面对哪位打者？对他来说很有挑战。最难打的。不是不是说嘞，也是啦。但是我是说，现在就是他之后可能会面对的打者。周思齐，不错。我们讲座还有讲到他。好，来。张志豪，我们好，小朋友，许基，怎么都是兄弟的打者？有没有别队的？他好像会对到其他队哦。林安可都是新秀，来。苏志杰，好，那我们来请陈华来解答一下。没有，就是像我对这么久，就是我要，就印象最深刻就是周思齐。他会就是他会就是几成败，他会亚洲选球的，对，基本上不好丢球。是，那我投球我算是控球型的投手，左边跟右边他都可以选得掉，投球然后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会在，可能他真的就是一个球星，在关键时刻，就是突然来一支安打，一支全垒打，可以把所有的那个局势给扭转回来，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了解。其实刚才陈化提到的这些特质，杰森也可以学习，因为杰森也是打击者，就是关于选球啊或什么的时候，对上这种很强大的投手，他也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就是会想要非常的想要挑战。对，那我继续想要问的问题呢，其实是像陈化你这样子当一个职棒球星，我觉得其实有点很困难的是说，你刚才提到球员跟球星就是一线间，那你觉得？球星他需要背负的一个责任，或者是带给你的这个压力，然后你怎么样去把它转换为一个有趣的工作？你怎么看待你是职棒球星这个工作？这个球员球星，我可以讲我一个我自己，对我来说感触就是蛮深的。从小到大就是打棒球一路下来，到大学，然后就到选职棒。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也是打棒球，也是同学。我们是同年，我们一起选职棒，结果我是那一年状元选到，他那一年却落选，但他不放弃。我说我那时候我们还互相鼓励这样子，结果他总共选了五次，都没有选出五次的机会，都没有选到。可是他还是继续坚持打棒球，而到现在。对，那我就想，我就心里就想说，那我既然选一次我就选中了，我成为了职棒球员，那我为什么要去害怕？就是当我面对低潮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害怕说我是职业球员？我为什么说我不适合打职棒？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呢？那我就觉得想说，那既然有人已经选那么多次都没有选到了，我却选一次选到了，是，那我是不是要更珍惜我现在是职业球员这一块这个身份？对，所以说我其实是一直都很正向去面对我的这个工作，我不管是面对低潮，还是在高点的时候，我都是用一样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学生未来会遇到，或者是各位小朋友遇到，但我是希望你们就是你们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并且全力以赴，这样就好了。对，就是我的对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其实看到很多现场小朋友们，就是听完了这些我们的分享，应该也有很多想要问。我们难得有两位球星就在大家面前，然后大家又都是打棒球的，相信大家小朋友应该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发问。那有没有想要问问题的小朋友们？我们举手来，请问一下我们两位球星，来，这位小朋友，有啊。魔龙大王，对，有啊，有啊，你想要知道什么？对，你想知道什么？他对过，我队友被打全打，也有战胜他，也有让他打滚地球，对不对？五五波了，对。那你是想要问说他对决他会不会特别紧张吗？还是说你想要问他说，对于这种越强大的就是打者，他是不是会更加的，就是进步更加的激励？啊？哦，这样而已啊。哦，就是有没有对决？还有没有想问小朋友想要问？来，那就好了。那你看你们就不会啊，为什么会很害怕？对，不是啊，因为就像我是投手，我要拿出我的吃饭的东西对着他一样啊，这就是棒球好看的地方嘛，对不对？对，没错。那我们来问一下杰森好不好？有没有我想要问杰森问？来，这那个妹妹们好，那个妹妹。那我们四个人一起。我就问那个。可以来到我们前面，然后我们跟我们再近一点的关系，跟我们说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低潮要怎么克服？其实杰森他刚进来就出生之犊不畏虎，他就是非常的乐观面对。对，但是其实杰森，我知道你也曾经有一度要放弃，就是也是有这个念头要放弃棒球。对，那你是怎么样又把自己又拉回来这个棒球之路，然后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因为想想那个国中之前没有毕业，真的很抱歉。是。因为去外面看过，这么多这么厉害的选手，是。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到了打消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想去挑战看，就是自己能够拿到哪里，能够达到哪里，就是一种不服输的心吧。对，然后就那时候因为第一场之后，就是失败的时候，我就是在往后的训练里就是更加的努力，然后就是慢慢的往上走。更投入。好，那还有没有问题想问杰森？来，各位，这位姐姐，对，直接问。好，没问题。我们先请杰森回答。对，其实在训练上要再更投入一点，然后就是就算训练完，觉得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加强的地方，就是要利用额外的时间去加强这些不足的地方。那其他的问题是？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